改编自著名作家冯唐《万物生长三部曲》最后一部《北京北京的春风十里不如你》自宣布开拍以来就备受网友们的关注。6月13日，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在上海举办了定档发布会，主演周冬雨、张一山、陈艺龙、尤静茹也是悉数现身，宣布该剧将在7月暑期档跟大家见面哦。由于近几天台风的大范围影响，张一山竟然迟到了。变了，我觉得这个剧组把我都教坏了，尤其是张一山。你喜欢这种变化吗？我来不来？你这样，但我们两个的性格都是比较外放，相爱相杀吧。好一句相爱相杀，趁着人没来，冬雨妹子这爆料也是爆上瘾了。对，其实我一开始来这个剧组是一个特别淑女的，这么一个演员，结果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结果变成这个样子，那在后期的这部剧八个月的时间磨练之外，你现在跟一山互怼，谁会厉害一些呢？我觉得一定是他啊！对，我和张一山，我们两个总是针对彼此啊，也是当然了，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戏好，因为两个人如果不熟的话，就是演戏的时候会不能更好的发挥，对吧？听听现场，周冬雨还给他们俩这互怼找到了好理由，就是为了培养默契，排除好效果。小编觉得你们还是承认自己爱闹吧。这张一山前脚刚赶到现场，后脚就被眼尖的周冬雨一眼点破了素颜的秘密。哎呦，你们这互怼又要开始了吗？我化妆就来了，就只抹了一个粉。得着急，这不着急吗？特别感谢你们还一直在这等着我。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想说一山这话接的还顺便道了歉，这嘴皮子功夫果然厉害。想说和平不过一秒的你们，看来也是间接承认五分钟互怼两次还得靠导演拉架的江湖传言属实了。听说了自己被爆料的事儿，一山也是立马拿出了对策来。他怼不过我，他就用腿怼我，知道吧？就踹我，你知道吗？就打我。那剧中这种情侣的现象，在你们日常生活中会是你们谈恋爱的感觉吗？我觉得不应该吧，这那个太累了，演戏嘛都是有艺术加工和艺术处理的，生活中不会等那么折腾，那么烦人的，对吧？啊，是吗？那你给我们讲讲你生活中咋样？我就说了，应该不会有这么烦人的人，对吧？你们的感情还是比较适合放在剧里。上海报道。